民警不断吆喝要驾驶下车接受盘查，尽管已经遭到包围，驾驶依旧不配合。驾驶突然油门一踩就要加速逃逸，民警二话不说瞬间拔枪射击车轮。虽然嫌犯顺利脱逃，但当街惊传枪响也吓坏附近店家。他先往天上开一枪，另外一枪不知道开去哪，然后结果就绿灯，那个人就开走了。事发就在北市林森北路，林姓男子平安夜喝酒狂欢，事后酒驾开车回家，途中不胜酒力，竟然就在大马路上睡着了。民警上前关切，想不到男子不但拒绝酒测，甚至加速逃逸，民警才会开枪。酒驾为什么要逃？爸爸的车多少钱啊？警方巡线找到车辆，并通知林姓男子到案，这才发现原来车是爸爸的，儿子借走爱车狂欢又酒驾，这下不止窗户破了，轮胎也整颗报销。后续将依违反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函请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侦办。男子酒测值0.29，还是逃不过法律制裁，拒检逃逸不仅罪加一等，这下连爸爸爱车都得遭殃。就这样子，由桃园速讯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